哎，美女，哎，你好，旺旺村怎么走？旺旺村啊，就前面拐弯那里就到了。哎，美女，现在你有没有感觉晕晕的感觉？哎呀，有点晕晕的。哦，有点晕晕的。那你包里面有什么啊？有钱。有钱啊？打开看一下。啊，等头目拿出来给我吗？啊，打开，自己打开。快点的。还有什么？手机。哦，手机。还有银行卡。哦，银行卡密码多少？3838438。哦，好，拿着，直接刷卡。等一下，拿手机扫一下，把卡刷出来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收起来。那你家里面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家里面有15万。有15万？是啊。他家里还有15万？那么有钱，富婆来的。对，那你家里面老公在家吗？可能在。可能在。那等一下回去你就不要告诉你老公啊、哦，你去掏到里面，把里面东西拿出来，知道吗？好。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记得了啊。那现在我们送你回家，你带路好吗？好。来，上车。来，上车。来扶他，上车，看好他啊！等一下我再喷一下。哎，小静。啊，谁？怎么了？他干嘛呢？哦，他。参加我们的婚礼，他是他表妹，哦，他一直高兴，喝醉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高兴也不要喝那么多嘛，本来他就喝不了酒。啊，没事，没有，一时高兴啊。那就麻烦你们照顾一下他啊。好好，那你先忙，你先忙啊。好。不能喝酒，还喝那么多。啊，你忙你的。哎。那你确定你老公没在家？不在家是吧？那等一下你进去一定要啊搞快一点，动作麻利一点，把那值钱东西全部拿出来，知道吗？好。那进去来。快点，在这里等你啊。哎，你跟他一起进去，快点麻利一点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大炮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你表妹怎么？你表妹你老婆今天不是说去喝你表妹的喜酒吗？怎么你在这里，你不回去照顾你老婆？刚我过来啊，看到两个人扶着她，说她说她去喝表妹的喜酒，喝得晕晕乎乎的，都喝醉了，你不回去照顾她，你真是的。喝醉了？她哪有表妹？没有。没有表妹啊？没有啊。哪里来的表妹？那我看见那两个人怎么回事，而且我看见他们好像有点慌慌张张的，好像是表情不太对呀、不会吧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的那个银行卡的钱突然被转了3万块。哎呦，有没有可能你老婆遇到那两个人？是啊，可能是那种人贩子啊。是我，快点回去看一下。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那个脸、那个表情啊？就是看起来很紧张。我问他干嘛会。小静干嘛会这样？他说：“哎，去喝喜酒啊，喝醉了，很高兴，就喝多了两杯。”我就觉得纳闷了，你家小静平时都不喝酒的，不是吗？那肯定有问题啊！快点，快点，看一下。小林，快点啊！等一下人来了，快点啊！快点，这个你带的。哇！你拿一点，我拿一点。那还有银行卡呢？快！银行卡在里面还有吗？干什么？喂！你们干啥？喂！孩子，干嘛？抓住他！你们抓住他！拿人家钱干什么啊？什么拿人家钱？老婆，这是人家你拿的，这是我们彩礼钱。看着你拿的，看着你拿的，还说你们把我老婆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喝醉了。喝醉了，是他刚刚参加他表妹的婚礼，他一时高兴啊。什么表妹啊？一时高兴。我老婆从来没有说过跟我说过有什么表妹的，他远房表妹，你不知道。我没看见过你老婆喝酒的。是啊，跟我几年了，从来没说喝酒，真的是。
还背呢，他就高兴喝醉了嘛。快点看看他怎么把他弄醒。你看住他，我去把他弄醒。是这个怎么弄醒？快点说。你们对他做了什么？怎么弄醒的？这个应该是那种什么烟，会吹一下会迷晕人的。我表妹呀、啊，九几年的时候啊就被没迷过，知道吧？被骗了几万块呀、啊。那怎么弄醒？这个拿水呢泼一下他就醒了。好、啊，你们看住他吗？来来，我把你扶住了，看住他。你所有人都让他跑，哪里去？好了好了，哎呦，这是我们刚结婚的彩礼钱，包钱。光天化日之下啊，你们干这种缺德事啊！行了，哎呀，哎，老公干嘛？哎，他怎么你干什么、哎？这是不是你的钱？哎呀，这个是我卖猪的钱呐、啊！你的彩礼钱，对啊，这个是不是你的？这个在我的包里面的。这刚才我都看到了，那从你们包里面拿的，这个也是我的。我不认识他们，我嫌你来了。刚刚我走路去取钱回来，半路就碰到他们两个，说问我路怎么找，汪汪村怎么找，他就一吹那个烟我就晕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迷魂烟，这是我们昨天卖猪的那个钱啊，你们还有没有联系啊？你们真的是啊，搜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，还有没有？你看我的手表，你看还有项链也没有了。那手表是结婚的时候我送给我那里买给我老婆的，手机在这里，我还有手机，真的，还有我的手机，这边口袋，我有在这里啊，这个有，你看这个项链，即使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了，哎，这项链也是，你们真的是拿我们的东西干嘛？肯定是我还搞这台婚车来骗人，哎呀，你们。你是专门干这种事情呢？哎呀，我们第一次，然后你的钱也拿回去了，而且我跟我老婆刚刚生完小孩，小孩也在喂奶，而且上面还有个80岁的老妈，你们卖可怜，你们就原谅一次我们先吗？继续赔，我这不是编的，是真的。就算你这样啊，你干这种事，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啊？如果就把你送进去的话，你父母怎么办？我问你啊，我跟你说那么多，马上报警了。等等，我们知道错，放过我们，不要报警，我们不想吃免费的馒头啊！你来报警吧，就是要你们吃多几年，不然不长记性。是专门拿这个婚车来骗人的，我挺会骗，挺会搞这种啊！你真的是啊！大哥，那个不要报警了，打电话了，马上报警。干了多少回？哎呀，老大，哎，第一次，第一次，专门搞这个婚车来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人。你看这。惯犯来的，不能惯着他，让法律来制裁他。你只要送他去都是报警。大哥别打，我们真的上楼有上楼脚很难的。是啊，现在卖可怜已经没用了。旺旺村，有两个人在这里骗钱啊、用那种迷魂烟来迷晕人家拿人家钱啊、你快点过来啊、在88号这里，嗯。好，快点过来！警察来要跟你们。哎呀，大哥都是你，不要打，原谅一次我吗？你东西也拿回去了，是情形好，人夺人摇柱且摇人啊！原谅什么？放了你们这一次，还有下一次，又去祸害别的人。如果说这次放了你啊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栽在你的手上，知道吗？会祸害多少人？比如说人家的，你拿了人家的钱啊，人家怎么过生活啊？你会毁掉。人家一个家庭的，知道吗？人家上有老下有小，是不是也跟你说的一样？是不是？喂，警察就来了，走，我不想吃免费的馒头啊！法律来制裁你。